这辈子我守着你已经守够了，下辈子换你来守我好不好？招呼，大家好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谨言。有声音的，我是徐凯。来，掌声！你们六位会去夜市吗？会去夜市逛逛吗？有时间想去看一下。夜市是可以看到凌晨的，所以你们都可以有时间。所以工作不给你们排到那么晚了吗？那去吧。好好晃一下，但一定要很小心，因为你们真的太火。对啊。现在应该是怎么小心法？就不要穿古装之类的。对，那就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。为什么要穿古装那么热逛夜市？低调一点，就不要穿古装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好。林浩，这辈子我守着你已经守够了，下辈子换你来守我好不好？好希望。曾经能听到你说这句话，有这句词吗？掌声鼓励。我怎么接？好慢呢，没穿衣服看还是觉得很感动。什么没穿衣服？他有穿衣服。这么多人在拍，你是不是没穿衣服？你在穿的好好的，你在穿衣服，你有透视眼睛。